中华民国的大国旗带领下，选手们挥舞着中华民国和泰国的小国旗进场。这是两年一次的泰国台湾乡亲运动会，近千名台湾乡亲热情参与，个个精神抖擞，活力充沛，大声地为运动场上卖力的选手加油。我想刚刚进场的阵容大家看到，非常壮观，也非常有精神。感谢台会馆举办这样运动会，能够来团结乡亲，也能够在各位乡亲在泰国奋斗之余，能够来促进各位的身心健康。那么更重要的是说，通过今天很多趣味的活动，能够促进大家的友谊。侨委会副委员长高建志特地到曼谷为运动会的台湾乡亲们加油打气。主办单位泰国台湾会馆主席张文平也表示，乡亲运动会让旅泰的台湾朋友彼此有更多的认识，借由各项竞赛培养默契，增进感情。非常感谢各区联谊会在这些日子的努力辛劳，在今天展现成果。这是显现出我们泰国的台湾人团结的力量，以及我们台湾人的精神、气质及水准。这场运动会共有六支队伍参加，经过一整天的比赛，由阵容高达400多人的春武里队夺下总冠军和精神总锦标，这是春武里第3次获得双料冠军，达成3连霸的目标。